气也管吗？我也该气了。我也断票。18，18，18票，这样子。哎，我要可以。两小。我可以装那个吗？还是？太老了。前面的。要换吗？你都说你要存钱还我那个手机费的，对吧？对。不是，不是。可以拿吗？然后，然后。我就是自己拿走，不是一张全票，就在那张。谢谢。好的。走。两大一小。有没有小学了吗？这个是那个国小，对。国小。小学练习。啊？高中去的学校练习，阿姨高中去的吗？你讲伊安那？伊当时读高中的学校，安尼恁买安尼八十。80块，还有收你一包。不过无带证件呢。对啊，他们经过说，哎，这个是还有节奏，我是，哎，舞蹈还有节奏，还有节奏。好啊，前进站。他不用验，不用验验那个证明嘛哈。他有没有？我们都会问他是哪一个国小的。你是哪个国小？正昌。正昌国小。好，谢谢。哎呀。土比较像，对，颜色比较像。啊，他们在挖土，他们在挖土，给他弄他自己的船。太热了。啊，他们太热。然后就走了。里面比较冷，比较没有那么热。就是已经躺了。那里有土，我在树下的。沙子底下比较凉一点。他们躺在那个树的那里，好像比较凉。而那只躺在那里，好，我们要去其他的地方。好，走。耶，那我们去哪里？这边有简介。学校在哪里？学校在哪里？你现在门口啊，水豚，水豚君，上面水豚君，走，水豚君。上面水豚君。水豚君。在哪里？前面。嗯，没有看到，你会不会看地图？但我在找，我们现在在上面。啊？怎么走？一直往前走。对。
我让你走啊。失物招领游客赖云松先生，游客哎，有人在玩水嘞。那金字塔，信用卡，这边有水嘞，可以游泳嘞。水了，因为天气都很热。啊，你有没有带衣服来来换？水豚山，水豚在哪里嘞？太热了。走吧，我们去水豚廊道。水豚廊道，水豚廊道啊！我是什么？迷你驴。哎，水豚呢？哦，那么小。水豚和马在一起。那是驴子吧？那驴子吧。猪。猪鼻子，它有猪鼻子哎，那只马有猪鼻子哎。刚才那个真的是驴哎，你有眼？啊，什么呢？这边没有。迷你驴，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个猪鼻子的马。驴。迷你驴。这个黑度绵羊也是无尾的。台湾黄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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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脖子很长的。台湾黄牛。脖子超长的，刚才我看到。脖子很长。牛。刚才我看到一只脖子很长的。羊驼，神，哪里哪里看到了？哦，牛，台湾黄牛。哇，才跑哪的？那是哪里最凉吗？嗯，好凉哦。哪里？风还好热。没有，我都可以懂得动物的心情了。犀牛。犀牛。哦。台湾黄牛。在那里。好大哦，它尾巴一直甩。这里看得到它的头。牛头。好，羊驼其实是骆驼。屁股露出来了。一起上，迷你马。屁股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黑黑的那坨。好啊，刚刚我看到一个很长脖子的。有。我刚刚看到一个脖子好长的。羊驼、啊。羊驼。你皮皮肉啊？为什么它要躲在那里？哎呦，好脏哦！我这边脏脏的。